好了，这会儿我们来到院子了。哎，这边顶也马上也快，今天做的差不多，下面已经在封顶了。然后这边瓦工在盖房子，电工今天把电走完了。然后看这边，我去，这简单给小孩准备了这么多东西。对，昨天已经来了一大堆了，今天又是一大堆。还有床，床还没到啊。开拆了。开拆呗。这啥？这个是方巾。爱洗澡，小孩用的洗澡巾是吧？洗澡的，也是沙的。哎，这后面的背景还不错嘞。这雪山今天好清楚。这个是啥？你小袜子，长袜，三个长袜。小孩的小袜子，三双。啊，我最期待的东西到了。啥？今天到时候都要给它洗干净了。哎呀，还是鲤鱼啊！锦鲤，懂不懂？厚的。小衣服。这是厚的是吧？嗯，这边马上就冷了。买的大的，这个三个月的时候才穿嘛。哦。还有一个都是花花的，哎。这个是小。男孩子应该也不挑的。小花朵，他都按照女儿买的。这是给小宝买的，平时他带那个背带的时候让小宝背着，在户外的时候一打开就是这个小水碗，然后仙儿跟小宝他俩就可以喝水了。语音笔记本，这就是小衣架，就不拿出来了啊。衣架，衣架我不说到时候家里先小宝宝的那种小夹子的呀。这样哦，拆一下这是什么？你轻点，要不然把里面都划烂了。啥？划烂？真划烂了。我就说你轻点吧。要不是 S 码，一会儿给他拿其他袋子给他装起来。这个也是，那个也是，就不用拆了。谁拆？小马的出生的啊，那个大一点，这个小一点是吧？对，他不是说小马的不要买太多。哎，雪山快出来了，看雪山。雪山出来了，最大的一片还没出来，在云里面。待产包。啥？把这个放进去。待产包。啊，待产包。就到时候生的时候拉带去医院的是吧？对。啊。装小宝宝肚子做的东西。每天做了可多攻略，在这搜。薅羊毛，你不懂吧？618是吧？这是干啥的？洗澡，洗澡去了。你这么小的吗？洗脸，洗屁股的。啊。有。这一份。我只买两个，通常来说要三个。他们说，为什么我只买了两个呢？因为我买了那个洗澡盆送了一个。好吧。怎么样，什么的？会过日子。挂在衣服里面，衣柜里面，这个大的啥呀？鼓鼓囊囊的，这啥？啊，包被，包他的是吧？嗯。
包被，龙年限定。现在网购都方便，一下网上全部买全。这个是包单，包被一个，包单两个。小孩的这衣服都挺，小孩的衣服都挺花的，你看，还小爱心儿。对，这个是啥？这浴巾。对，那个是浴巾，不是给他们两个浴巾，两个包单吗？小孩的都是这种棉的，是吧？对，他们这种越洗越柔软。然后这是他的小被子。这个也是小被子。对，你看都是花的，都是花。嗯。都是按照女孩的标准。到时候你再给生个儿子。我要拆箱子里面的。哦，这个是我的。小剪刀。剪啥的？花。啊哈。我能修苹果树吗？可以。啊，那个一毛钱？一毛。好吧。好牛。你不懂了吧？你很多小东西都是薅羊毛的。这个9.9。那啥呀？红色小象的。红色小象。那个就是面霜那种。你不是没剪刀吗？这有啊。这是啥？这个是可尿垫，这个是可洗的，就是尿垫，尿在上面，就是垫在那个床单上面的。现在都有尿垫儿，我觉得我小的时候可能就捡谁一条破裤子撕个布吧。体温就是那个洗澡啊。啊，水温。这是啥？这是刷奶瓶的。啊啊啊！洗奶瓶刷。我感觉快递是不是有点胖？十月结晶。你又把它划烂了。你把那个留一个小尖尖，你不要搞那么长，老是那么猛。湿厕纸，十月结晶，这谁用的？孕婴是用，小孩用的啊。不，那个不给小孩用，小孩用。啊，我知道。我买了三个。啊。也是花的，你给我放进去。也是花里胡哨的。这个就不看，洗护瓶，这是碘伏消毒。洗澡，婴儿洗澡的是吧？对。叫什么？红色小象。对，它的两瓶，还有一个。两瓶？它啥时候能用完？买一送一。用不了你用啊。这是啥？衣服的。啊，洗小孩衣服的是吧？对。这洗这盆都要消毒。啊啊。这个是那个
婴婴儿用的哈。你看它小袜子小袜子。婴儿氨基酸洗衣皂。小袜子，小小的。这小脚丫。呵呵再滑到了一下，就到大家伙了。这个就是那个谁推荐的，热奶。啊，热奶的是吧？这是那个客栈那个老板娘呗。对，因为她母乳，她需要，你就是说胀啊。不是要吸出吸出来之后冰要给它解冻，它不那个什么热母乳的是吧？对，有些人说我不想母乳。婴儿奶瓶，他送了好多东西，看。哎，现在我就不打开了。送个小勺。嗯。这个是小，就是那种锤的那种器皿。刷子。送的，这个是送的。安抚奶嘴儿。啊、哦。这是我买的，有替换奶嘴儿。试洗，这我什么试洗啊，什么好多好多洗啊，我都全都调查了一遍，跟调查那个什么一样。好吧，这个是啥？这么大一个吸奶器啊，就是奶水太充足了，然后给它吸出来放冰箱是吧？买那么多，到时候没奶水。没有就没有呗，那也不能怪我呀。这个就是吸奶器。我打人看。这样。我买的单个的，而双个的有很多都。主打一个不踩雷，不花冤枉钱。好了，还有一个，这个这么大有啥？猜一下，瑞士卷。对，那个要小心一点哦。你是不是想说这个商家什么？随便拿个箱子。这个湖南的商家是吧？对呀、啊。哇、哦，这么多东西。三层，外三层吗？啊，衣服是吧？百家衣，我估计的。衣服嘛，就不用拿出来了，这里面灰太多了。哦，对，还有小毯子呢。嗯。全部都。看，小家伙还没出生呢，整这么大一堆，两个这么大一堆。
那边还有一个婴儿护理换尿布台，房车后面还有一个洗澡盆儿。哎呀，以后等这个天晴的时候，雨季一过，你看这后面有多美。刚刚这雪山雪露出来了，这会儿云又下来了，这风景绝了。